前面这是谁？富江姐姐。那这下你可跑不了了呀。万人留言说要看富江，今天他来了。不得不说，集万千美丽于一身的富江受到很多玩家的追捧啊。现在的富江又变成了绝版金皮，真的是变成了你想要又得不到的人。那么富江和新家具、游戏桌、还有吊床以及摇椅，他们的交互动作分别都是什么样子的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样的富江，你心动了吗？